然后我们现在是真的安安大明星，我们有两个安 ，OK 吗？好，嗨，大家好，我是周小安。他是这一集吗？我是这一集吗？Thank you.
大家好，滑溜六月号会有我赵天喜周小安的本人专访，到手喽，对吧？耶，安安大明星，今天的大明星是周小安。嗨，大家好，我是周小安，很高兴。我们今天是那个名副其实的那个安安，对，双安，史上第一次哎。然后我们那个全新改版之后，第一次有那个安安那个一起来上节目。之前没有有名字安的艺人，安心雅，安心雅还没有来。哎，是有什么安吗？哎，制作人他无法回答我。吴平安也还没来。哦，对，好，当第一个。不要这样，你现在是那个史上最夯的二哥。身为对对，身为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最近常在直播，对不对？比较常。有啦，有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开始做这件事情。对，之前都没做过直播、啊。不要这样，你看你开始讲话，然后网络人就开始爆进来了。然后当等一下，你可以稍微跟看一下。周小安那个 Hello, 大家好。对对对，来的时候一定要拍一些照片嘛。那大家可以这样看一下，拍了名字都签好了，十张拍立得，才十张。我们大家依照那个大家留言的状况好了，如果他们有必要说觉得哎周小安拍这样不够，那我们就持续。等一下下班还有空吧？有，我没事，等一下没事。不要说没事，要说今天刚好有时间播出来。你是这么夯的二哥，二哥要上班的，二哥不能说没事。好，但是二哥没事的话，表示社会上治安很好，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对，因为最近要转白了，这样。对啊，哎，你这样拍这些照片就很一般般。嗯。干嘛喝？可是你拍滑溜很厉害啊。因为我想不到 pose 啊，所以不好意思，我就先拍一个很正常的。还是因为穿太多，没有办法那个。可能吧，可能太拘束了。滑溜。你有喜欢吗？你买了没？那我有啊，我当然拿到了。真的？那你买赖雅妍版还是买陈楚河版？你看，你回答不出来了吧？好，没事。陈楚河，我记得我的是陈楚河版。哦，您的是陈楚河版哦。好好，他买陈楚河版。对。天哪，看到自己的，好了，你自己秀给大家看一下，我帮你拿麦。我其实一开始，你最爱这张是不是？没有，因为这张是算是什么？第一个头哦，就第一拍这样子。我其实最喜欢的还是就是比较就是没有穿的那个，不是没有咬衣服的那个吗？不是是比较生活化的、哦。就对啊，这个哎、啊欸、翻一下翻一下、哦、啊这样哦有生活化对啊，这最生活了，就不要穿最生活，在家里会全裸吗？也不是在家对啊。反正你都已经刚洗好澡，当然会啊！天哪，那你通常洗好澡全裸？洗好澡不是嘛？那个时间多长啊？我当然知道啊。就是吹完头发，然后吹就头发会吹很久吗？会哦。哦，真的？就每天都要洗头。好嗨哦！所以大概平均洗完澡有多长？那个整个洗澡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我最喜欢这个了。对啊，就我跟你讲他，对啊，九宫格跟六块肌他们是在一起的。嗯。然后这个照片让大家。听说拍摄当天，现场女性工作人员就是海坂天。这我是并没有特别注意到。没关系啦，你知道，身为一个二哥啊，也不能够喜形于色，所以任何时刻要维持一种比较厉害的状态。对 对, 对。拍照那天有特别感到开心吗？因为看得出来，就是工作还蛮。loading 蛮重的，要拨一个空出来拍这些滑溜的那个丰富的状态。对啊，因为那天之前我很久没有拍杂志了，对。然后因为一直都在拍戏，所以有点忘记那个杂志的 tempo 是什么，是。也忘记那些 pose 以前拍照的 pose 是怎么做，所以一开始第一卡、第二卡刚看到那个第一页的那个。那套衣服，我其实找感觉找超久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摆，然后表情也不知道怎么做。可是你曾经也是一个 top model 那种，对，以前比较常接。真的，那你最那个喜欢的那个什么走秀的 pose 啊，或者最喜欢展示衣服的状态，可能是怎样？就是比较屌屌的。真的吗？双手插口袋，然后有种。好好，那个东西放一下，现场演一个啊。站起来吗？啊，不然要坐下来吗？就随你便啊，就是你是一个名模哎、欸，可以啊。你要走一段吗？前面就是没有啦，在这边就假装在这边定点好了，就是比较那种很随性啊，也没有说一定要站得很挺。如果就不是西装的话，我想一下好了，他们应该想要一个干净的卡，让人家截图一下。我这个人很自爱的哈。啊，不用跑那么远啦，没关系，跑到镜头外了，没事啊，就是镜头无所不在。就是现在是周秀安，周秀安走秀，然后皱一点眉头，其实跟赵天心有点像了。
哦，有点类似，只是又没那么凶狠。所以天心哥是一个你很爱的角色。我很爱啊，我很非常喜欢赵天心这个角色。真的，你爱他哪边？他可以爱他很拍戏不穿内裤吗？还是那是赵天心爱我吧？那是周小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很专注啊，他很专注在于他想要做的一件什么事情上面，他就只做那件事，然后不会被任何人左右他的思想、他的梦想这样子。哎呦，这很难耶，这在现实生活中，我真的觉得一个人演二哥演到这么夯真的是不容易。然后他们现在在那个就是大家就在那个看戏一边过程当中，然后就掀起了一些讨论的风潮，对啊，然后开始自己在那里帮你脑补那个剧情啊，我有听说，有没有？然后就说哇，这二哥可能是最后埋下最大的卖点，但是就有人立刻说，如果真的是他，就是给他装下尾，就他也不开心，对啊，所以不可以这个样子。不会，那你希望的天心哥在里面有一些什么样？你期待的状态跟内容，我现在准许你对着镜头许愿，然后剧组如果听到，编剧就会开始帮你写。我希望还是可以继续虐心下去。天哪！因为大家观众有看剧情走向的人应该都知道，赵天心为了陈敬轩要转白了嘛？对，古敬轩了，陈敬轩的戏外，古敬轩要转白了，所以他开始不打架了，然后做事风格也开始收敛起来了。所以之后如果真的转白，我希望是还是人生在江湖身不由己，还是可能会被黑道以前的仇家来追杀，啊，或者是来找茬，那又不得已不能还手，所以又很希望是可以有一些被打的那种。你要被打？对啊，其实上一集就已经被打了。我知道啊，你里面被打了就很真实，上一集就被拿球棒在那边，对对对，猛 K。对啊，很酷哎，之后可以现在打得更惨。我现在私心看到一个留言，然后我想要送他一张你的那个拍立得。好，哪一个留言？就有一个留言写建安加孝安，一见你就笑。我个人觉得这个人，真的太对我们太好了。刘梦修，我常常看到，哦，真的吗？对，他是我的一个，哦，他是你一个很忠实的粉丝。哦，真的哎。Maggie 也是，哦 ，Maggie 也是。对，好啊，那我要送刘梦修一张你的，蛮有创意的。是啊，他人那么客气，那你等一下可以署名吗？这是一个我们两个安安大明星的私心，这样可以吗？你介意吗？不会。那报告制作人，我已经送出一张，没有要理我，好，没关系。我觉得做这节目，你知道节目是寂寞的，但是观众是愉快的，而且我们选在这个时间直播是体贴的，因为你的很多粉其实都在办公室，对对对，他们有说。这个戏啊，好，我跟你多讲一件秘密，今天早上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他在搭捷运的时候，然后他说隔壁一个姐姐，还是妈妈吧 ，anyways 随便，然后他在看那个，他透过那个 video， 在看你们的那个。就是我的爱情不平凡，真的，对，他还看到他在看第六集，哇，因为我以为他骗我啊，然后他说没有，我知道他看第几集，然后他就是说他有明显感受到他对你的爱，怎么感受？就是他就是你的看完就滑过去，再找下一段这样。谢谢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看，但是真的很感谢你。对他应该，我们这次你要来直播也是有认真在宣传，不知道那个姐姐有没有看到，希望她可以看到你的感谢。对，某些状态当中你是妈妈菜、姐姐菜。你傲的意思是？就是有听大家分析过这件事情。不要讲，身为长辈缘比较，那不是长辈缘，不是吗？那是一种来自经过理性分析之后，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喜欢。所以妹妹她没有到长辈缘啦，妹妹有妹妹对你的期待啊，对啊。然后今天哥哥懂大家心里的想法，周孝安反正在戏里面身材好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就是认真的，需要大家不管在那个 Vido 或是在三立新闻网认真的留言。我们第留言超过现在留言几个啊？我看不到谁在后头？留言超过200的时候，先跟我讲一下，我们让周孝安从这颗扣子开始这样开下来，这样可以吗？200，然后这里多一点好了，这里600好了，不要免，然后这里1000，可以吗？能够1000也是真的很认真，因为他们要一直留言，然后这留言就是请就是发挥创意，然后我们会在留言里面再选。就是你拖给人家看，还要送照片。这我们的服务还可以吗？已经算大放松了。200，好，200，600，然后1000，
好吧，开到一千啊，开一千也应该连这颗先够。没有没有，来不及了，来不及。那颗是进来的时候先送安安大明星的那个观众朋友，对啊。然后那个这件事情会为难吗？不会不会，还好。开心吗？我怕你制作人等下打来骂我。不会不会，没有漏点就还好、哦。不会啊，那没有漏点就不是我们。如果到时候真的爆表，留言爆表的话，我们就考虑整个，我们就考虑让建安哥抽到漏点。我就可以我可以演古敬轩，然后假装你假装咬你一下，然后可以演那一集的那个片段，好吧？不然我就现场征求，我们这里美少女很多，然后反正跟那个敬轩头发长得很像的人也差不多。好，你干嘛突然间这么害羞？没有啊，这样很没有赵天心的 feel。我对那场戏非常有感觉，所以我想到那场戏自己都害羞，因为我演的时候真的很害羞。可是我们没有感觉你害羞啊。我必须，我不能演出害羞的样子、啊。天哪，想不到一个男孩竟然可以把害羞都藏起来，你真的是练家子哎、欸！我很久没有接感情戏了，真的有为难吗？不为难啊。是啊，你看就是大猛放电，你看你累积多少年的电量，然后通通在我的爱情不平凡，把它一次这样秀出来。也是啊，真的。人生难得当一次皮卡丘，就十万伏特尽量给他使出来。有有有，我现在大概剩一万了，就前面好几期丢了九万。没事的，你那个制作人啊，还有很多粉丝啊，对你真是宠爱有加，每个人都在帮你充电，那个电池没电，他们自己都送过来，啊、行充、旅充，还有他们对剧本很要求啊、嗯，然后把我这条线塑造得很好，有很写实啊。然后你自己本身也真的很用心啦，还好在各方面啊、细节上啊，或是。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你对这个角色的喜欢、嗯、认真说就在旁边看戏的时候可以看到演员的诚意跟认真啦、嗯、对不对？确实是，确实是。而且你今天其实你坐在我旁边我可以感受到就是肖安今天也前面去工作啦，其实还是那个疲累难免，但你现在还是非常振奋着，然后在这个直播的现场对跟大家那个，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接我扣子，所以我不知道，就是是他们，不是我这个人一向就是忠孝节义的，我很少做这种事。但是他们如果留言超过200，已经哦不好意思，那个已经超过300了，这么快？你不要唱，我们在两个平台啊，我们在三立新闻网跟 Vido。观众朋友们，你们不能那个，先开啦，对，这样。开的时候，等一下。要有赵天心的 feel， 就是我们今天难得可以现场解扣子，然后你要摔一点，好，反正一颗扣子而已，我们演开一颗扣子的戏，然后坐着，我帮你拿着麦太挡了。等一下，因为他们应该想要截图，我这个人很识相，就是这么重要的画面，你让我先回避一下，然后接下来大概可以给你10到15秒解扣子。不用了，解扣子5秒内。你这样太开心，大家其实会喷鼻血。你慢一点来，好。现在啊，真的，怎么好意思？哎，我回来了。好，大家截到了第一张，大概是那个喉结以下10公分的范围之内。你们现在 还算正常，感觉看起来还算正常。我跟你讲，你想要看他，你就自己留言。他那个胸口，制作人，我们不能那种连一个笑脸都算的啦。没有啊，算啊，对啊，他们都留3个笑脸啊，而且开了以后就开始 hello 了，而且哇，真的，大家很开心啊，坏坏的帅，加油，早安二哥好。嗯，孝安，你看你就这样子啊，你就这样来就是要让大家开心嘛。大家真的是很认真在留言。对，欢迎大家那个分享那个 Vido 的那个直播连接，然后欢迎大家分享新网，就随便就分享，今天都会送那个孝安的照片。我跟你讲，10张不够了。对，等一下有一定不够，有时间就再拍几张。不然现在开始留言，想要看，哎，等一下还有几颗，1、2、3、4、5，还有5颗扣子。你想要看到周孝安解几颗扣子，开始留言，就这样。然后我们等一下再看留言的创意决定这件事。好，天哪，我们今天这样处理一个二哥，我觉得也算是在帮一清帮做一点事情。你知道我跟花也是很有感情。对对对，花今天没有来，我应该帮他处理一下他底下的。啊，对他的幻想。对，那你好好在这里为一清帮争一口气，好吧？你毕竟今天代表了不平凡团队，然后先来到我们安安大明星。然后这部戏到现在为止有一段画面，听说在网络上讨论度非常的高，但是让你那个暖男指数加上黑道色彩，突然间傻傻分不清楚的时候，坏坏帅，然后受到了很多人高度的
请心。真的，这是我第一次用请心这种字眼。我个人认为用爱已经无法形容别人对你的感受。那你自己对这段画面的感觉是？我看了一下就觉得你们都怎么了、就是女孩的心情我们很难用寻常人的感受去了解但很特别、你知道是什么吗？不知道。我们很用心耶，把那段画面都剪出来了。好，待会一起来看一下。没有没有，我们、还没有不是不是，我们的节目是这样、就是 Q 这段影片的时候比较老派，是要有个老派的手势，请看 VCR 以前那种，但是要这样子，好，你就这样子，对，要这样旋转，看，请看 VCR。好，等一下，那你要先让导播准备，因为我们常跟导播在这件事情的默契上，就是希望能够认真的那个配合好，所以你先那个 re 一次，让导播大概知道你的 tempo。我的 tempo 是，这次是假的，好，那你要看这一集，好，请看 VCR。啊，对，当然这种感觉，这种感觉的，那你要。你现在要当天心还是小安？你觉得呢？天心，啊、不然就我们要看天心的画面，因为刚进来华流是小安啊，好，好吧，那就用天心的感觉。那你希望需要我闪吗？还是我在中心陪在你旁边、啊？就一起啊！不要这样子，你干嘛这样接安哥？不要这样，我们这样子这很害羞。我跟你讲，你制作人应该不断的透过赖在骂我吧？我们来试一次，要对你好一点。哦，有吗？有吗？他没有，他不敢，他不敢。要看那段画面，那段在最近讨论那个天心跟讨论笑安的时候、很多人在讲、其实真的很特别，对，还不错，设计桥段还蛮有有有，那老派的手势、你自己来啦，关我什么事？那你的画面哎、好，请看 VCR。好，那我讲一个小男孩的故事好了。从前有一个小男孩。他很爱他的妈妈，他妈妈很辛苦地赚钱养家照顾他，但他爸爸的生活只有三件事，就是喝酒、赌博，还有打女人。等到这小男孩稍微长大了。想要保护他妈妈的时候，他爸爸就连他都打，打到他没办法上学，打到他妈妈没办法出门买菜。有一天，他爸爸被黑道追讨赌债，他看着眼前这些大哥哥，年纪也比他大不了多少，可是够凶够狠。连那么会打人的爸爸都吓得跪地求饶了。那时候他就懂了，只有比别人更狠、更有背景，才有能力带妈妈离开这样像地狱般的生活。我只是想要用我的力量保护我最爱的人。没有人想要一出生就打打杀杀、过了提心吊胆的日子。这里是天心他。开始赚钱以后给我买的第一栋房子，虽然不是什么豪宅，但是是我们母子俩第一次拥有的一个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小男孩的人生就注定要跟别人不一样。16岁就进入黑道，等到他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想要离开的时候，已经不是说回头就能回头。现在没你的世界，孤单的冒险，写一本小说，关于被寂寞流放的传说，在岁
原来你的世界这么痛苦。或许我应该试着让你走进我的世界。你一定要这么帅，然后回来现场。在刚刚那个氛围里面啊，他们说不敢再看，会哭哭哎。我自己刚刚这样看，其实还是会被。这是你在那个，就是我们大家就是今天决定说要播一段那个孝安的那个在那个不平凡里面的演出的片段，然后就大概四五个人吧，反正一半以上都说讲这个，只有我说哎，可以播。解散三，你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口味就跟别人当然不一样啊！我们一定要为我的所有的出发点都是为粉丝着想。那这件事情就是让你造就了在这部戏剧里面受到很多人很某一种特别关爱的引爆点。尤其我刚刚讲就是妈妈菜为什么那么多，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天哪，这孩子，你懂那种 feel， 不是浪子回头的概念，而是一个说原来孩子都有一个妈妈不懂的心。或是说原来孩子都藏着一些很体贴妈妈但没有常常在说的话。其实我设定这场戏的表演的内心 OS 是，再怎么坏的人终究他还是会回家，他还是有爸妈的，不管他家庭多么破裂不破碎，他还是爱着他的家人，所以他只有 在面对讲到家人的时候才会露出最脆弱的那一面。真的，我们在讲到他们感性的时刻，然后终于要跟大家说，我们已经超过了就是下一颗扣子的留言的数量了。虽然我们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有一种特别的，有反差有点大吧？没有没有，不会，你是一个练家子，我刚刚说的。所以如何在这种暖男的状态当中打开自己的第三颗扣子，这是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做的承诺。好，我帮你拿麦克风。我知道说吗？什么？你被主持人欺负吗？没有，我很好，我在这边收到很多广大粉丝的爱戴跟推崇，他们说今天这真的是最棒的福利的，而且每个留言都说一定要扣子开到最后一个，不好意思，那你们要留言留到爆开为止，但我们大概直播45分钟到一个小时，如果你们真的是能够搞出这样的，不行啊，我最近都在拍戏，没什么在练。你这样已经没有在练，那你这样，那你可以学杨一展，就是直接在戏里面练。哦，你说在现场练吗？对对对，我们就是场地很大，你现在现场有需要先压一下福利停身，然后再打开，我们也会觉得很开心啊。就给大家最真实的自己吧。不会不会，就最真实的本来就有大概6块肌了。我们已经知道超过要，对，我们要即将开口，不好意思，好，不要啰嗦了。你是二当家，对，来说几口。等一下，等一下，人家镜头还没带到你，先看一下。你等他，你给他一个时间准备。哦、好，他来了。我们在开扣子，不好意思，制作人在旁边。哎呀，我们看到一些他的朋友。好，先这样。有吧？有有有，反正我们就开扣子啊。为什么要穿着衣服？就是要把衣服脱掉。他们就是穿衣服就为了脱衣服，脱衣服就是为了穿衣服。哦、是。其实这是一种辩证。对啊，而且在今天来格外的让大家一定要期待这件事情。因为你在其他地方自爆到已经就是太惊人的内幕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超越。对对对。那我们今天不问那个问题，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已经说有穿了，所以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今天就是我有上去大家搜寻了一下，他们想要知道什么问题，然后他们我如果不问这个问题，就显得太不专业。那这个问题我们不好公开说，所以他在第10集的花絮说了。那他今天也有，他今天有穿，是不是豹纹的？我不知道是豹纹的吗？没有这一类的。好、好，我都帮你们问。我觉得我也不懂为什么大家对这样的问题就格外的特别的有好感跟兴趣。可是这表示就是你的所有的事情已经在粉丝的心里面都有一定的分量了。对，很关心。不是关心，就是这是一种连结，然后也是一种产生微妙。喜欢感的那种，催化的，应该说每个人的个人特质不一样了。那我可能目前的就是脱吗？不是，不是啦，就是戏里面这个角色啊，
他太刚强了，对，所以我有在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防备是最少的，对，他们比较容易靠近你，嗯，是这种感觉。我这样解释你可以接受吗？确实啊，确实我也是这样认为啊。而且从刚刚他们喜欢的这段戏，我发现了一件事，嗯，你大概是在所有华剧里面，现在用你背部演戏最多的一个男主角了，对对对，目前真的是很多背部的戏。所以你的背肌就是跟你一直以来相处的都还蛮好的。我背肌比 前面 那天看到那场脱戏还要发达、哦。真的。嗯。所以你喜欢练背肌？没有没有，只是天生背就比较厚。你跟人家坐我旁边，我也发现我这样转过头去就一直会看到周小安的鼻子太大。嗯。鼻子很大一坑，然后就这样不时的就是。而且相当的那个准头，对啊，非常的。我鼻子天生就比较，就是五官真的长得非常的帅酷这样子。你一直以来应该在出道这么多年来都是接受这种赞美比较多的。嗯，对啊，确实会有一些人会特别这样说。你不要这样子，你要给哥一些回应这样子。我来看一下网络上他们到底都在叫你什么事。他说喜欢你的眼睛。嗯。回应我也喜欢我自己的眼睛、哦、真的、啊、我自己也蛮喜欢，不是说自恋的那一种，我懂我懂，就是我跳出第三人称来看自己的五官的话，我也是最喜欢眼睛。为什么特别有这个部分的喜欢？嗯，可能我自己看自己眼睛是看起来比较忧郁的感觉哦，真的。然后我觉得做一个演员要会说故事的话，嗯，眼睛一定要能传达你想要表达的故事、嗯、那以现在这个7点钟左右的时间适合说什么故事给他们听？7点钟的时候，对啊，现在晚上7点钟、就是、你就说一段故事吧，你就把全世界的人现在镜头前都当成古敬轩就好了，你就说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这是今天制作人特别的要求，他在7点叫一个男艺人来讲故事，可见他对你这件暖心的行动是非常的佩服跟嗯，也是相当的折服的。嗯，所以7点钟了，说一个故事吧，看要说给下班的女孩，还是下班的男孩？我觉得不论男孩女孩，在晚间7点这个时间，真的，以前的我是觉得晚间7点，一天再怎么辛苦，晚间七点是可以回到家跟家人团聚的开始、啊，才是一个开始，一直到睡觉之前。哦、所以晚间7点每一次都是我。很期待我可以今天终于可以放松的一个时间、嗯、那不管你们今天现在人还在办公室还是说已经回家了，那有在收看、现在这个直播的人都可以好好想一想有没有疏忽了家人啊，或者是男友女友都是一样，7点是可以好好聚餐，好好把今天所有的苦水都吐出来的一个时间。嗯，这样行吗？可以啊，不算故事啦，那没有故事啊，就是你就用你的声音去交朋友啊，嗯，然后你就是他们应该都喜欢啦，像你在身，你现在连那个头皮屑他们都喜欢，我没有头皮屑，我知道你没有，我再举个例子，就是我像什么一天呢、啊，我捡到周小安的扣子，然后等一下可能就会有人来把我抢走，就是你现在已经进入这样了，哎呦。你懂，直接来现场，因为我觉得他应该很喜欢我今天安排的桥段、嗯、他是来让留言超过下一颗扣子数量1000留言的时候要开、嗯、扣子我们已经开2颗我们现场不用拍他，这样太可怕了，就对对，我们二当家可以演成这么有杀气，原来就是有这种监制他今天不断的没有没有，他对我很好、啊、我当然知道啊，这对，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就是希望那个整个周小安可以在这个不平凡里面，就是因为你这个深深受到大家喜欢、嗯、我们把我的把你拱上天这样子，谢谢谢谢谢谢男神嘛，男神一定要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该去的地方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对啊，然后那个其实我知道刚刚里面有人在留言说其实你真的很爱家人，嗯，从你母亲节打电话的时候怎么了，你有哽咽哦，是戏闷、啊嗯欸、还是哦？忘记说一点，刚刚大家看到那个哭戏那场戏啊、嗯，那个就是在母亲节的前戏拍的。对，他等于说隔天，他那时候过12点就是母亲节、啊，所以那场戏我很有感觉，是因为当天是母亲节、哦，然后他跟我赵天青这个角色跟我有点连结嘛，嗯，因为我也是单亲家庭，嗯，所以演的就很有感觉。当下我也是打给妈妈，跟妈妈说母亲节快乐，真的，对，就整个不管戏里戏外都很有。
跟妈妈的连接，就是，对对对，所以我才能，就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啦，嗯，这场戏。然后戏里面的那个状态是你不知道那个女生就其实靠在你的，不知道隔着一层玻璃靠在你背后。对，你知道那种监制就喜欢做这样子做那种戏，然后让大家那边看的就是哦好爱啊什么，他一直在瞪我，你再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用你那个天心哥的状态，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我今天解扣子的桥段，深深受到大家的捧场。真的啊，真的啊，其实这也是也是一个创意啦。我也没遇过，不要这样子，这个这是一种非常贴心的安排。嗯，然后大家也可以借我这样的机会，就知道说周翔安真的不是开玩笑。那我先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下一次还有没有可能有机会，我让我跟你一起做直播？有。好，那下一次能不能换你解扣？不可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练。不用练习，就是十个月也没有办法。对啊，现在吗？打开是有吊嘎跟还有神明的香火，没有人想要看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到，我觉得啊，我觉得好，我觉得今天，对对对，现在留言不知道到哪里，完全没有人理我。你看你现在就是有人，你果然是帮派的，你现在就找一大堆人来这样子相挺，戏，啊啊，里戏外都是这种感觉。真的，都不知道我今天真的是对你在所有的那个细节当中做了非常万全准备。其实大家今天人都来到这个地方，嗯，我们要做一件很温暖的事情，嗯，就是周翔安其实生日是6月22号啦，嗯，那我们叫监制帮你唱生日快乐歌。真的吗？对啊，你看他完全不理我，哎，欸，哎，欸，我们要帮周翔安提前庆生，他生日6月22号，你不知道吧？对，现在7号啊，现在他说希望那时候可以杀青，有可能吗？嗯，要很赶啦，要很拼。你，欸，说真的，过生日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你出道也真的蛮久的，嗯。然后今年就是，我就刚刚说，就是大家应该都很认识你了啦。但你第一次来三立嘛，对对，第一次让我们有机会这样子就是聊天，对。然后我觉得，欸，你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真诚，然后有很多那种特别想要让人家探索的神秘氛围的。真的吗？真的，我还算神秘吗？我什么都会自己讲。没有啦，我说的神秘是那种内心里面，哦，觉得你就是很有一些特别的故事之类的。嗯，也许是只是你个人的很优质的人生状态。嗯，大概这样的。嗯，谢谢。不客气，你不要一直跟我说谢谢。你今天在我面前一直只是说谢谢。那今年的生日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除了拍戏之外。我只你跨立刻涌入了生日快乐的留言，真的谢谢大家。你看谢谢 大家真的都记得6月22啊，是个好可爱的时间啊。现在留言到底是几个了？没有人理我，哎，欸，1000的吗？哦，没有吗？你不能说有吗？真的，哎，没有，有你的是啦，50绝对有，对对，没有啦，我的生日。今年没什么特别的愿望，就拍戏啊，就把目前手边的事情把它做好而已，嗯，那就是希望大家身边的人都能身体健康，真的就这样子，因为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尤其你身体曾经很不健康吗？不是啊，我们这一行在很忙的时候真的非常忙，哦，那阵子身体一操劳，突然放松的时候可能一些问题就来了，像刚刚那幕那个夜戏，嗯，你就下完就有说就大概零拍的时候已经到凌晨了， 对， 对，但那个整个氛围什么都很好，可能在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特别进入一种状态，是因为凌晨的时间才比较没有车，比较没有一些杂音，嗯，我可以很专注在于我自己的情绪里面，刚好，对，你这样随便讲这句话的时候就很迷人，有吗？ Charming、嗯，So charming, so easy, 呀呀呀，对对，好，他来了，这件事情由他自己打开了，最近大家在纷纷在讨论你的英文真的很好，还可以帮陈敬轩写作业，是这样子，哦，对啊，有大家有在讨论这件事，有，因为不小心陈敬轩 po 了一张照片，但他们讨论的是最后你写的那四个字，你知道那个是我人在拍戏现场，他在拍他的镜头，那时候还没拍到我，他就说，哎，笑安哥，我待会要去考英文，我已经重修了4次，他用一个哭腔讲，我重修了4次，但是我有一些文章我看不懂，因为要考翻译，翻译，然后我说好，我等一下帮你看一下，然后看一看，然后我又在想到这他每次演古今轩好像很可怜的那个脸，我想说好了，反正我也没事，我就拿一张纸把他帮他翻译下来，用翻译成中文，有，对。就只是这样，真的。但是后来我觉得那张纸有点大，就有点不爽，手很酸的，所以最后才加了那4个字。我干嘛要帮你做这样子？
哦，期待谁帮你庆生？期待谁帮我庆生、啊？对，期待血帮你庆生，就是他那时候出生没有留下期待血这个东啊，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觉得观众听得懂吧？他听不，没关系，我不 care。期待谁帮我庆生、啊？对啊，期待谁帮你庆生？剧组其实已经有预告说会帮我庆生了，我希望不要整我，拜托你下达命令，请他们不要整。这什么啊？然后你这样子、啊好你，好，那你现在我破音，不会，你现在开始耍赖啊？耍赖是他们今天新看到的。那你跟剧组说你想要怎样的晋升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就是可以温馨的唱歌，蛋糕，没有蛋糕浪费破费不要了，不要，大家赚钱辛苦、哦，就是一起大家。他们会有 sponsor 啊？你干嘛这样子？他们都很厉害，他们找蛋糕都不用钱的。不用了，买。哦，一个就是那种杯子蛋糕是吧？好，谢谢。那你们玩那个奶油就是。我觉得好他们你要运过来哦。对啊，他们要运过来。对啊，你喜欢怎样的庆生内容？就让他们知道啊。就既然我当然喜欢温馨的啦，因为惊喜的有时候你太来不及反应，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那个情绪要是什么、当下会不知道会傻在那里、所以之前前几年有一些剧组帮我庆生的时候，突然拿蛋糕出来，我真的会傻、真的吗？所以我现在吓到。对对对，反正那种温馨的，像今天是肖安生日，那我们来帮他好好唱生日快乐歌的那种，我就会真的很感动这样。所以你是走心派的，然后就是只要那个温暖度超爆表，然后你就整个也会受不了的那种。会，我会受不了。哇塞！我就把全部口都打开，不是啊？就是就会、说了会感动。监制大人他说，如果当天庆生的温暖度让他感受到整个人就快要烧起来，他就会把全部的扣子打开。对啊，已经过一百了。粉丝只要在留言，从此刻开始算超过，就写一句话说我们要看什么。没有，就孝安再拖一次。孝安再拖一次，监制说的“孝安再拖一次”这几个字，如果今天出现在直播结束之前超过100则这样“孝安再拖一次”的留言，他就在戏里面再让他写一场唯美的解扣戏。好。这样子，那就写 我去健身房，然后脱上半身，然后遇到建安哥也在旁边，他一定有办法。对，遇到建安哥，真的谢谢你，我真的可以去搭这么强大的一场。对，可是你也要脱，没关系，游泳。我觉得 OK 啦，就是可以帮大家做这件事。你看 ，Run Down 都走了，他觉得这个人都不重要。我今天就是认真准备了这么多，大家那个网络上讨论的事，然后不用了，我都帮你们做到。反正千说万说都是为了一个托。对对，今天刚好。今天啊，现在已经怎样？制作人是意思是又达标了的感觉吗？快了。你不能说谎哦，他不会说谎。我们出来工作的，你看他长这个样子，是像会说谎的人吗？你们制作人会常说谎吗？不会，不会。而且我们现在今天找，我们今天来让你许愿的，然后你的许愿都是跟粉丝的那个福利有关。你看，我们想要说你希望演怎样的内容，然后我们让你许愿，然后你想要过怎样的庆生，然后当天一定会拍成花絮啊，然后。刚刚监制也特别说，今天只要留言，刚刚讲要看孝安再拖一次，然后他就会再写一场，100哦，反正到直播结束之前，然后我们自然会有工作人员统计。好，我最近听一点，出现在第几集里面就没有关系。好，就是满足粉丝的愿望。一定要啊，一定要，一定要。那你帮你自己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好了。这也太落寞了，好可怜哦。怎么会？我今天在网络上面搜寻你唱歌超好听的哎。所以我就要在这边，然后这旁边这么多的工作人员，啊、我自己在那边生日祝你生日。这是一个创举哎，你要唱祝我生日快乐，就是你要唱给自己。对，我会在旁边陪你、啊。像温岚这样，有一点那种感。对对对，好啦。我怎么觉得很落寞的一天？不会，我们今天完全就是走一种超优质男神，就是。你知道那种温暖感，你这首歌唱完了，他们就可以把它录下来，截出来当手机来电打铃、哎。真的，真的没想到这一点。然后我在网络上骗之后，发现天哪，周杰伦唱歌超好听的、你也可以用嘻哈的方式唱啊。我不会嘻哈这一块、你不要再装了啦！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蛮有一些活泼的。对啊，你啊不然你也可以唱英文版，大家觉得你英文很好。啊，都可以啊，反正英文版的。我觉得我今天真的是做了很多。帮大家谋福利的事情，
好，那我就唱。我陪你啦，对啊，反正我会做完。我这时候不会走出去，因为我知道那种落寞的感觉，就甚至还要自己唱歌给自己听。大家记得留言，那个监制要帮你们写戏，这个比较重要。对啊，笑完再拖一次。对对对，就是这一句话，好不好？笑完再拖一次，很棒啊。水火焰，小美，小美， Ruby, 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对他们都要看再拖一次。好，对，戏里面了，戏里面。我们现在要提早帮那个周孝安庆生，然后现在是赵天心要唱歌帮周孝安庆生，这样就不会觉得落寞了。有点人格分裂啊。对对对，赵天心帮周孝安庆生。赵天心提早帮周孝安庆生，赵天心要唱生日快乐歌。好，所以你现在是，所以赵天心一定是唱中文版的、啊。赵天心英文不太好。你是说他很台吗？不是台，就是他从16岁就进入疫情了，并没有去。但是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在自己？家里搞不好有些什么上网，他可以去线上学习啊。没有啦，什么 ABC 那种那个、啊，大家来学英文的，对对之类的啊。好，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现在是赵天心帮周孝安庆生，好，可以吗？那你就可以唱祝你。好，这样就 OK。所以我是假装周孝安是镜头，周孝安在那里，然后你是天心。好，天心要帮周孝安提早唱生日歌，但你看这一台好了，因为这一集比较能够拍完整，拍。是你的助理，好好看这一台，让导播切一下画面，好好，赵天心要帮那个唱歌了，我不用帮你 action 了，你可以自己来，我在酝酿情绪啊，我需要酝酿情绪，我需要做什么帮忙吗？这史上第一次，哇，大家现在不断的涌入，想要来看这个，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赵天心，周孝安听到了。对，你现在赵天心要送周孝安一段话，祝他生日快乐这样子。你就说周孝安，我是赵天心，祝你生日快乐这样子。等一下，镜头现在是我们两个，刚刚大家喜欢截图，我这人超自爱的，就麻烦请拍他就好了。好，来，周孝安，谢了，谢谢你这么了解我哦，然后谢谢你也很懂我妈要的是什么，然后你也帮助我跟静轩交往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阿良就不要理他了哦。那你其实真的是。也很认真的在读我这件事情。好了，谢了谢了，有空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一星集团二哥绝对帮你做的哈。好，有空请谁喝咖啡？周孝安啊，赵天心有空要请周孝安喝咖啡。赵天心每天早上都请周孝安喝咖啡。哦、真的吗？天哪、啊！那周孝安都喝什么咖啡？黑的或者是美式。那赵天心呢？美式或者是拿铁。赵天心都喝乌龙茶吗？赵天心都喝高粱啊，什么whisky 啊。网络上他们一直在讨论说，就是这部戏会最后大，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伏笔说，说哇，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很多故事。现在好像天心的故事隐隐的在那里面流窜，然后他们好像说，这里面又埋了一个，有一个内贼呀、啊，对对对，什么？就是我身边很亲密的人是原来是义清集团的内贼。天哪！对，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我会有什么反应，我的反应会变成哪里？因为我其实我自己想，我也觉得蛮矛盾的。我自己要转白了。对。当我转白之后，如果发现这个人其实一直在骗我，那我的情绪会是什么？我其实目前还没有办法去想象到会怎么样。那真实人生当中，如果真实上次送不？好，了解。等一下帮我。OK， 了解。我们大家就是今天有看的人，通通都可以得到这个礼物。好。我觉得叫大家起床，对对对，我真的觉得今天监制来真的是我人生当中很重要的朋友。你看我今天一直在想说，就是希望你可以就因此这样更多人喜欢你，然后想要制造一些什么特别，但是又想要应该要让你维持一个清新的状态。但是想你的监制不是这样想，你平常应该跟他有一些得罪的地方吧？没有啦，我们没有得罪，互相没有得罪。但他翻白眼，他刚刚白眼翻到天灵盖了。他是翻你吧，不是翻我吧？他没有翻你。懂哦，义清集团的。看一下 VCR 那个，我们看一下下一集的那个精彩预告。不用拿 Q， 我这个预告，精彩预告看一下，请看。
不要理我哎、欸。我身上的黑全部洗掉，那我会放手。不要对我这么好，好不好？不要让我看到你脆弱的温柔。如果他有一丁点做不到，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跟古乐君是什么关系、啊？这些有问题的账都有赵天心的签名。你们是兄妹吗？三立都会台30频道，每周六晚上10点，我的爱情不平凡。我懂。下一集耶、你在骑那个情侣车。哦，所以你平常你自己的车都进去拍戏了，所以那台也是协力车，也是你的吗？不是，我拿那么多。我拿你家很多车啊，然后大家介绍就得，你家有车库很大吗？大家有几台车？那个是道具去借的。各种车子，那骑起来会辛苦吗？还是其实还蛮好的？他帮我们借了一台很就是知名品牌的协力车，有点顺，骑起来很顺。那你曾经做过这种这么烂漫的事吗？烂漫哦，就是有一次了，但是那一次租到一台不太好骑的，我就没有再骑过。你的意思是真实人生里面的？真实人生里面。几岁的时候啊？20出头吧。天哪，20出头还在骑这种脚踏车，你真的很会装哎、欸，真的很敢，我都以为那是十几岁在做事哎、欸。20出头还好吧？还好吧，也不算老、啊。拜托，你感觉20出头的时候就是会单单去那个什么玫瑰什么蜡烛那种？没有，还有那种就是车子开进去，然后会可以、停车，然后吃饭的地方。你这样真的很奇怪。你刚刚那个就是有粉丝留言嘛？然后那个，我们今天好啦，这个选一个你喜欢的留言。留言吗？然后你自己选一个，你不要就是把他新朋友老朋友，然后好。我们直接送那个署名的拍立得，拍立得刚刚有一个梦修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先选一个啊。等一下那个还要再给我，这个是那个新闻网上面的 ，Vito 上面的也会有。好，我先在这里面再选一个。对，你先选一个，然后你可以 看，那你可以回应，如果有问什么问题，然后你喜欢的，你可以回应他们一下。既然有人说监制真好，当然啦、我们监制是出了名的人好，就是粉丝想看什么就这样子啊，像他也省得自己想很多你知道吗？其实大家说。他瞪我，他又翻我白眼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你朋友，我整个真的觉得。你说我们的监制吗？我们的监制啊，就是也有自己的粉丝团呢。真的吗？当然。我不知道、他在三立华剧界很有名的首映会，还有人在应援呢。好来。真的啦，大家都说康昌哈密达，你看他真的是整个人都要进军国际了。那边选好没？天哪、他真的很用心哎！周孝安连选一个那个留言的礼物，那就孝安歌声好听，这个好不好？我不用特别、他是真的有。Maggie 耶，对啊。好，那一张要送给 Maggie， 就是 Maggie。天哪，再送一个好了啦，我们超大方的。好，等一下再加拍就好了，这个、小小好不好？好啊。潇潇跟 Maggie 耶，潇潇跟 Maggie 在这一台。我放在一个不太适合让你拿的位置，我自己拿给你。这里面你也选两个、这里面选两个。这个也很多，那个 Vito 上面现在超多留言的，好不好？大家继续留哈、这个哥在帮你们张静云。哦，张静云吗？生日快乐，真好听。哦，真的耶，静云哎，好，静云被挑到了。那边是潇潇跟 Maggie， 大家挑一个啊，我们一定要平均。我看有没有挑一个，有没有人称赞建安哥的？不会，好不好，他们很少这样。就今天我只是帮忙大家跟你聊天，我是一个媒介，就还好。这样讲好可怜 就落寞的祝你生日，就是一定要这样子啊。这个好不好？下部戏何敬轩当男女主角，这个但是就英文，萧敬秋，就你开心就好啊。因为我跟你讲，重点是，你刚刚挑的一个是谁？这个是第一个、这是第二个了。第二个哦，刚刚一个张什么？天哪！张静云哦，张静云，张静云跟这个，你拿去看一下，因为他要署名，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名字写下来。就是你也是帮自己找事做啦。对啊 ，X Y Y 那个，对对对，对啊。下一集，你自己的重点是什么？我下一集的重点就是我跟静轩靠得更近。可是正。好像可以在一起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阻碍，就是你最爱的那个虐戏。对，其实你自己就是在其中帮忙把这个故事完成的人，然后你觉得虐的这种戏演起来跟甜的那种戏演起来，在你自己个人的心里头会有 各有什么不太一样的感受？我觉得甜啊大家可能都经历过，可是虐我喜欢演虐的戏是因为
你可以把你可能自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让大家看到，让大家去感受，原来世界上真的有人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虐的事情并不是每个虐的事情被虐的事情都一样，了解。但是甜，你其实谈恋爱或者是跟家人的甜，那很多是很类似的东西，所以我想要让观众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我能表达出来的故事。基本上就从这部戏开播到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就是很进入那个赵天心的状态，然后你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但你自己好像也讲过，就以前就类型戏演的多嘛，感情戏演的稍微比较少一点。对，所以这一次以前脱衣服就是上班的脱衣服，这一次脱衣服就是带一点不太一样的感觉，是那种意思？对，是这样吗？我这样解读也是一个面向吗？没错，这次脱衣服比较有要求，以前脱衣服比较没有去想啊，我应该哪里应该再好练好一点啊什么的。所以监制也是很刁难的人啊。他没有他其实并他很信任我的身体。他脱这件事情之前都没有跟我说你要加强练健身哦，都没有。没有，他也是就像他自然而然的发生啦。对、啊，我们也不是说一定要在戏里面看到说什么展现身材，其实那就是一种。算粉丝的福利，然后他就觉得说，就除了游泳戏之外，很正常；淋浴戏之外，哦，那是真的是给人家看伤口这件事，真的是做得很特别。对啊，因为真的不脱下来看不到。但那个就很赵天心，其实大家会特别有感觉的时候，也就是会，就表示说你的表演方式就打到他的心，所以今天在直播上面，哥也不啰嗦，因为我们留言早就超过要再开一颗扣子的这个状态，那你就。还是一定要做这件事。好了，其实那天赵天心好啦是怎样？没有，好了，意思是说没关系，因为那天赵天心确实也是解到这一颗。那你对着监制把那个扣子解开，因为他还要再写一场，就是那个留言已经超过100，已经超过120集了，所以会有那一场的，确定了。你是什么？你那个脸是要对着我来对着我吧？啊、那个意思吗？对对对。好了，我们要先就是先做这件很 man 的事情，接下来还要做一件内心戏的事。哎、欸，那个，我们等一下来的人都一定要自拍啦。哦，对对对，你开完扣子再自拍就好了。好，我们要磨福利。所以，哎、欸，开扣子看这一台吗？是这一台吗？他要再开，今天是那个第三扣。哦，啊，不用啰嗦了，就直接开了吧。好，长辈都来了。没有没有。长辈家里的朋友也都一起来了。这件衬衫就在你身上就很崩，有一点，有点编。这里啊，你绑真的是太强大了。然后那个，哎，我们的那个梦想留言板呢？钟小安，我跟你讲真的，来到这里就有两件温暖的事情。刚刚是唱歌吗？对啊，生日快乐，没有生日快乐歌，那只是今天另外加的桥段，是赵天心送给周小安的，现在是周小安要送给大家的。我们就是每次来参加那个直播的主角，那都会很希望从你们人生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哎，梦想是什么？这样留下一段你的那个我对梦想的看法吗？就是你的独到的解诠释吧。我帮你把笔开了，别把手弄黑了。好，好不容易要洗白，手不要弄黑啊！洗白去做黑手，洗白之后去这样子也是辛苦。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周小安的字了。我字其实没有很好看啊。可以啦，你写给那个陈敬轩那个翻译很认真啊。哇，天哪，他都不用思考直接就写了。所以你心里头有很多。梦想是什么的这件事，你从几岁开始就有不断的在思考，对不对？从入这一行开始，确定人生喜欢做演员这件事情开始，就在想自己的在这一行的梦想是什么。真的？对，所以才会去想梦想要怎么去实现。你写字很用力也跟我一样哎，写字很用力到底是什么？就可以听到奇迹直播的声音。对啊。哎，字真的不错哎。没有啦。干嘛就谦虚啦？你今年出道算16年吗？还是更久了？还是你说从模特时期？对，从你踏入这个行业，然后真正演戏，演戏大概10年，也10年磨一剑哎，也是感觉是还不错。我觉得可以再更好。哎、我懂，就是如果以10年的经历来看，也可以更好。这样，你这个人就这样嘛？你就是这，我有去你家逛过，你
你常回别人的时候也会这样子说，这样子感觉还不错。你说粉丝团？粉丝团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就是认真做嘛，人就会来那种感觉。嗯，对。然后就是这个概念，所以赵天心就中，然后人就来了。对啊，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谁来留言，那他们就是希望你看到嘛。对对对。那所以我就尽我有限的时间内去回我觉得有感动的，或是我觉得有感觉的留言。这是你现在啦，哪天来留到超过的时候，你也是来不及的啦。就回起来也是很累。希望到时候能发明一个语音留言的方式， okay, okay. 我就可以比较快的讲。了解了解，手机好像有，不是可以这样讲一讲他自己。但是那读字有时候会读错啊。没关系啊，那是一种你的风格啊，他全世界就知道你是用讲的。对，他还在写。周小安正在写那个梦想留言板，写完之后还要来自拍。我先帮你们偷拍。我认真帮他偷拍。哦天哪，你临死角哎！你从哪里拍？仰角、俯角什么角？全部帮你乱乱拍啊！你也知道，又没关系。好了。酷哎！哦，等一下你自己拍，好的。好。你要拿给大家看啊！啊，你先自拍完好了啦。对，你先自拍。哎呀，你干嘛用笔画我？没有，开玩笑的。这个有点手忙脚乱的，这样。不会，这节目就这样嘛。你说拿着这个板子自拍？不用啊，都可以。你要自拍拿着它也可以。你要三张。没有你的吗？不用啦，他们不会看我。你就只有这种表情吗？你有好那个萌萌帅，没有这个东西。萌萌帅是什么？啊、哦，没关系，就萌萌的。拍个好，好，好，好好，五张，五张，五张，好。梦想版，哎、欸，你字真的很美哎。然后要等一下压个日期嘛，我们今天特别六月七号，对不对？七号，2017六月七号，嗯。哦，啾啾啾，吱吱叫。好，节目的最后来看一下那个肖安写的那个梦想留言板。他说，自己说，梦啊要先做，不是只是想，做了就知道那不只是梦。这是你几岁的时候想到的？这是我开始演戏之后、遇到一些瓶颈，我以为做演员这件事可能只是梦。后来突破那瓶颈之后才知道我有要去做，我想要突破、那对我来说才不会只是一个梦。那突破那个瓶颈是遇到贵人还是什么高人指引还是什么任督二脉是怎么被打开的？突破那个瓶颈还是靠你自己？靠自己，演员大部分时期还是要靠自己。你如何放松，如何让大家可以看到你最不好意思让大家看到那一块东西，你要自己去走出那一步、任何人帮你都没有用。但旁边有个人一直跟你讲，会造成你的排斥吗？还是我相信应该有人跟你说过、我觉得在遇到瓶颈的时候，不管是任何事啊，人家一直跟你讲，反而你会反效果、真的会觉得啊，对我都知道你讲，我都，可是我现在就是做不到。好，别生气。对，我没有生气，我只是说在揣摩那时候的回忆。不会。好啦，最近那个就是拍了这部戏，让你整个人生变得非常的忙碌，然后那个。也上了我们可爱的华流杂志，然后这些还是送到那个、然后今天就是非常感谢周小安，然后我们整个那个时间长度已经整个爆表了、超过了，对对对，但是你知道就是随心而做、然后让大家觉得最美、然后谢谢你陪伴大家那个不管是下班塞车、然后安安大明星今天很开心可以请到现在全戏剧界最夯的二当家来那个参加我们的直播。我也很开心来上你的直播间，真的，我就觉得一直觉得一定要找肖安来聊一聊，然后我们既然都说下次还可以来，那我们下次找个时间再来。好，记得健身哈。要啊、我没有好这件事，那今天就谢谢肖安，好谢谢，跟大家道别，下次见，谢谢大家收看，拜拜，下次见，下次见，耶、yeah。